在上期节目中，三组实力强劲的选手登台亮相，向擂主发起挑战，在小帽联唱环节获得专家评审的一致好评，准备得很充分，没得说啊，非常好。在正戏比拼的环节中，三组选手各显其能，引得台上台下掌声雷动。经过激烈的正戏角逐之后，三号选手李凤云最终遗憾离场。没选上我也不遗憾，有那个各位评委老师给我点评，哎，我可荣幸了。一号选手李淑芬与二号选手马春举、王淑华进入下一环节，进行才艺的比拼。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环节，艺压群雄。今晚两组选手谁将获得向擂主发起最后冲击的资格？擂主又会如何精彩迎战？谁将会是舞台上的终极王者？二人转总动员老年组第十场，现在继续。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二人转总动员第八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老年组第十场比赛。本节目由鸿翔总业赞助播出。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环节，艺压群雄。艺压群雄，此环节为选手的才艺比拼环节，由现场的大众评审投票，得票数最低的一组选手将被淘汰，其余选手进入下一环节。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亲生已经把亲推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上我二十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选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自那日我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呀，因此上我偷偷的就爱上他呀。年轻人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他劳动啊，我生产，要织布我们纺棉花，学文化他帮着我，我帮着他，做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来在了桥下边，我用目观看呐，的绿草儿配着大红花呀，河里的青蛙它呱啦呱地叫啊，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呀，小筐儿忙把桥上啊，喝作社交先带了棉花。来，我们听一听郑淑云老师对于他这段才艺的展示有着怎样的话说。郑老师，一号选手这个评剧刘巧儿，从整体来看你唱得很好，声音也挺不错的啊，只是有一点小瑕疵，就是后边那个结束语唱得不太准确，你再好好听一听那个录音啊，你把它琢磨透了。还有一点就是你在唱这个评剧这个刘巧的时候，再美一点，因为她是十七八岁的美少女，这个就是你今后在这方面一定要加强这个练习，希望你得好成绩。
谢谢，谢谢郑老师，谢谢，掌声有请下一组选手。来吧，我们听一下杨百森老师对于刚才两位合作的才艺展示有着怎样的感受。杨老师您请。刚才实际上我就发现了上庄啊能把二人转唱得这么美这么熨帖，真是很感动啊。另外还有一个你看那个夏庄啊，夏庄真是很有才，感谢你们把我的歌演得这么好，谢谢你们。谢谢杨老师。感谢杨老师的点评。来吧，我们请另外一组选手回到舞台上来。来吧，我们现场的各位大众评审，到你们投票表态的时间了，一二之间投票开始。好的，我们五秒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投票结束。感谢每一位大众评审，谢谢你们，谢谢。场上两组选手，请转身看成绩。恭喜二号成绩领先。今天感觉自己发挥的怎么样？我很高兴啊，我这没比上我也很高兴，我咋说我登这个大舞台了，开心就好，高兴就好。哎，是，再次感谢你的到来，谢谢，回去再加油，下届大赛等着你啊。好，来，谢谢，掌声欢送一下，再见。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进行下一环节之前呢，又到了我们的嘉宾表演时间。没错，今天呢我们想邀请的是郑桂云老师，给大家唱上一段，掌声欢迎。嫂嫂你有什么话儿啊只管讲啊，三弟我陈州放粮就要啊启程啊，三啊嫂
把粮放啊，嫂嫂话语啊记心中啊，一路上公招买来呀、啊，公招买不许呀、啊、欺压老庄农啊，你要欺压庄农汉，和你呀、啊、侄儿一样行啊。王凤英哭哭啼啼，我就我回楼去，再表相爷呀、啊、黑包公啊。为我上了轿啊，四人抬轿，一六分包相爷就把地穴探，地穴探个大窟窿啊，地穴探出啊三中宝，是能保大宋锦绣江红。地穴探出啊三中宝，那照妖镜啊，幽云枕夺魂杖啊，报三中啊，地穴探出三中宝，能保大宋啊锦江红啊。这本是包公赔行全了本啊，下界五数啊闹动静。本栏目由鸿翔种业赞助播出。让我们共同进入最后一个环节，永斋桂冠。永斋桂冠，此环节为选手的终极比拼环节，由评委和现场的大众评审共同投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60%，评委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40%，得票比例较高的一组选手成为本场擂主。花开四季皆幽景，俱此天上地造场。软妈妈呀，他怎么还不来呀？
是新春呐、啊我依然说不尽春夏秋冬光是金娇软吧却怎么还爱摇桂花的人咋还有那的人花的人心花火花把花养恨花的人眼光漫花把花长不敢管是花中王花中的金子压群芳百花相比无颜色他言说牡丹虽美花不香玫瑰花开香又美他又说玫瑰有枝扎牛黄哪怕众人讲经风景雨分外香大风吹倒了梧桐树只有旁人论断肠虽然是满园花好无心赏
又到了我们的嘉宾表演时间，我们想邀请董明珠老师给大家唱上一段，掌声欢迎。上场啊！
子来叫啊，宋王爷准了包公一个月的假啊。相爷刚想回家看恩嫂啊，家人报信儿传噩啊，相爷这恩嫂归天去呀，报相爷闻听此言泪儿淌。再去了什么府来什么县，只因问什么又把家搬，搬家搬到什么县，什么地方安的家园，什么岗上修过宅院，那房子一共盖了多少间，前后群墙高达几尺，东西南北有多宽，这一宗这一间你要打的对呀，丈夫，我认你是我妻呀，李翠莲呐，上扶啊扶啊，要你听言。
家住在河南的，从开荒到占草住了十多年，只因为河南年年遭荒旱，逼得咱们夫妻就把家来搬，搬家搬到了芳华县庐陵滩上修家园，来放荡岗上修宅院，房子啊一都盖了二十一间呐、啊，正房盖着在发福的呀，西厢房盖着在卧龙潭，前后群墙高达八尺，东西南北盖的宽，这一宗这一件，我答的对不对呀？哎呀，对呀。我是你妻呀、啊，我叫李翠莲呐、啊。咱家那房安年末，那五谷粮食安在哪一边，前后群墙它高达几尺，鸡鸭鹅狗有几千，土地一共能有多少亩，一年能挣多少钱，南海大师那强供，那强供的是怪圣贤，这一宗这一件你要答的对呀，我认你是我妻呀，李翠莲呐、啊。啊啊啊啊啊头安的年末，五谷粮食安在北边，骡马牛羊四十个，鸡鸭鹅狗有万千，土地一共三百多少，一年收入有万千，那土地挣钱丈夫你当掌柜，贵妻我这一年四季念经篇，南海大师西强公啊，东墙高的本是怪圣贤，这一宗这一件我答的对不对呀、啊？答的对呀、啊，咋不认我是你妻？我把羊还呐、啊！你都答的对呀，咱们还得往下盘，你多大我多大，咱们两个把亲定啊，什么人当月季老，把红油绳来拴，丈夫今年三十几，那年那月哪个时辰天，为妻今年你归更几，那年那月哪个时辰天，咱的女儿十几岁，那年那月哪个时辰天，
咱的儿子他今年有多大，那年那月那个时辰天，这一宗这一天你要答的对呀。我认你是我妻那个李翠莲呐，我答的对不对呀？答的对呀，咋不认我是李七？我叫李翠莲呐！哎哎哎哎哎！看过了这攻擂方和守擂方整场的表现之后，不知道我们庭云老师这边是怎么想的。郑桂云老师您先给说说。攻擂方我非常这个尊重你们能登上二人转这个大舞台，非常羡慕你们的生活质量。今天这个主要是吧，这位男演员嗓子好像有点不给力了，女演员兜的这个非常严，真是夫妻架啊，合作的默契非常不错。回头再说守擂方，这个他今天唱这个戏是背道的，这可能是一般的唱的少，很有头脑，这个戏演的也非常好，然后也表达出来了这里边的戏的内容。这两位演员我非常喜欢，是实力演员啊，你看大家都给你们鼓掌了吧。祝愿你们这两位啊，无论是谁得着一个好成绩。谢谢郑淑云老师。我们再来听听郑淑云老师怎么说。我先说攻擂手，攻擂手你们走到这一步是非常了不起了。上庄吧，你的声音太好听了，又甜又美，是上天赐给你的啊。你看你的下庄的声音很浑厚，非常好听，今后你们再多学多唱，把二人转学好唱好，身体越来越好。守擂方真的我是非常喜欢你们两位，哎呀，唱什么都那么板正，那么细致入耳，那个板头啊是这个韵味啊非常的好听。而且这个李翠莲这个还魂这出戏，我14岁的时候跟我老师李兴山先生学的，我现在都忘了，就记住啥了呢？柳泉那个金瓜呀，有的鱼呀，哎，还有
皆是那个还魂呐、啊，李翠莲呐、啊，李翠莲呐、啊。我学的不瓷实，我们还得向民间学习。但有一点哈，一个小小不足，就是个女演员哈，你的张口音非常多，嘴皮子有点发松，啊，一定把这个毛病再改掉，再加强一下你的这个嘴皮子功，那你就更好了，更上一层楼。谢谢老师，谢谢，悉心学习。好的，谢谢郑桂云老师，也谢谢郑淑云老师。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各位大众评审，请把投票器拿在手中，投票开始。五秒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投票结束。感谢今天每一位大众评审认真的参与，谢谢你们，谢谢。那么接下来五位老师，请用一句话明确地告诉所有人，本场比赛攻擂方、守擂方，您支持的是哪一方呢？从董明珠老师开始。守擂方。好，那杨百森老师，谢谢，您支持的是？我也支持守擂方。郑淑云老师，您支持的是？守擂方。好，谢谢老师。郑桂云老师，您支持的是？我支持守擂。尹文斌老师，您支持的是？守擂。谢谢老师。谢谢五位老师的选择，最终结果会怎样，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刚才守擂方所演唱的正戏是符合加分加票环节的，所以要在这一环节大众评审给出的投票总数基础之上增加五票。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最终结果，本场的擂主究竟是谁呢？有请工作人员。好，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空海在这里要向您郑重地宣布，我则老年组第十场比赛最终擂主的这组选手，他们就是我们场上的守擂方，依然是守擂成功。来，两组选手转身看成绩。今天感觉自己发挥的怎么样？不好。哪儿不好？板头不好呗。板头不好啊？就差一点板头了，别的有没有了？哎呀，有的地方这声音也不行，声音也不行。那没当成擂主，有没有遗憾？没有遗憾，只要我登上最大舞台，我就知足了。哎，好，说得好，掌声鼓励一下啊！来，叔叔，今天和老伴一起来参加比赛，感觉如何呀？感觉挺好，很高兴。我能登上这舞台，领老伴能登上这舞台，我就很高兴了。好。这主要是和老伴儿一起来的，不是和别人老伴儿来的，是不是啊？对对对，感谢你们的参与，快拉着老伴儿的手，一起开开心心的，咱回家吧。再见，掌声欢送一下，谢谢。又一次守擂成功，谢谢。怎么想的？哎呀，我没想到一连得了两期擂主。也很感谢春城的父老乡亲对我的厚爱，也是圆上了我这个梦，登上了这个舞台，也感谢咱们评委老师辛苦了，小蜜蜂乐队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你辛苦了，大帅哥，客气客气，谢谢谢谢，感谢你们给我提的意见，谢谢你们，我要心心学习。好了，那我们就恭喜他们再一次守擂成功，谢谢谢谢。二人转艺术博大精深，名师高徒的舞台更是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优秀选手登台献唱。这个周末，佟长江、霍书涵、龚海、郭旺将带您欣赏二人转的十大主调以及全球二人转人的精彩表现。本周六周日晚17:50，
名师高徒，敬请期待。